嘿，我是阿图，刚刚在写新视频的文稿，差点忘了今晚的抽奖活动。现在是冲呀原创变现平台的福利抽奖现场，可这可能是我史上第一支一刀未剪的视频了。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冲呀账号，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原创内容，就有可能变现。当然，内容得优质啦。怎么开始自媒体？怎么用社交账号推销自己？以后我也会在冲呀分享相关的内容，详情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冲呀链接。我现在抽奖用的这个网页链接也会放在视频下方，大家可以用来做抽奖或者上课随机点名的工具。视频里的各位小可爱来自不同的平台，W 来自微信公众号，WB 来自新浪微博，B 来自哔哩哔哩，Q 来自汉语教师 QQ 群。到底谁这么幸运，可以免费无限查看阿图10月份的所有冲呀付费内容呢？忘记提一句，很多同学给我的抽奖贴文点赞，或者来私信我说要抽奖，但是没有给我发留言截图和冲呀账号的截图，就不能参与抽奖啦。如果抽中了你却没有冲呀账号，那可是相当的尴尬。抽奖开始了。Pick a random name。第一位宝宝是，哎，在这儿，嘿嘿，来自微信公众号的欧叶雪同学，我给标记一下。OK，第二位小可爱是，我应该点了吧？来自哔哩哔哩的大拿拿呀，在哪儿啊？哎，在这儿。第三位，来自微博的 Brian。第四位，来自，哎，又是 B 站的大拿拿，我再抽一下，来自微博的一个我不会念的名字，哎，请告诉我怎么念你的名字。还有最后一位是，我应该点过了吧？在这儿，来自微博的甜甜，今天快乐吗？我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恭喜这五位同学，请尽快私信我你的冲呀创作首页的链接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冲雅的创作首页会有一个你的链接，然后呢，带我联系冲雅的后台就可以解锁阿兔10月份的所有付费内容啦！感谢支持，我们马上见。